我们家圆圆也有穿过的，二 L 绝对可以，胸围这边完全不会卡，完全不会卡，而且它是水洗棉的，薄款很舒服。那手袖的部分呢，这边也都是车宽线的哈，宽袖的，但是它不会勒，尺寸二 L 都没有任何问题。再来再来，它虽然看起来素素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它会有挺度来这里？它在侧边的部分一样有做到打折，打折的话这边有空间，我们的屁屁，我们的小腹马鞍屁屁完全都修饰了，前圆弧以及后圆弧，它后面很长，可是不会整件看起来显得很沉重，不会，因为它有这样子的空气感，跟前面是圆弧状比较短，是看起来超轻盈，超轻盈，你整个人视觉看就是你觉得你这个人很 light， 就是很清爽的感觉。真的超漂亮的吧，超好看。然后我们现在是配到宽裤，当然你们配刚才最前面的那个牛仔的那个男友裤，谢谢怡君，配短裤都很好看。是这件我真的是超级大力推荐，没错，休闲跟上班穿都可以。它还有其他颜色，那刚刚那个是说白色会透吗？来，透，白色一定会透，请你着肤色内衣，好不好？你看玉婷这样子是完全看不到的哦，哈。这件上衣你们要买，真的超显瘦，真的很美，推荐给大家，穿起来是好看的。